我家猫一杯从来不敢玩密室逃脱，但今天却有朋友邀请我去做 NPC。 能吓人，这个密室听起来就很重火。你得了失忆症然后疯掉了。哦，今天扮演个疯，感觉不够重啊，我现在还像个人呢。再重一点的话，我怕你这妆不好卸。哎呀，我带了这个欧莱雅的卸妆油，谁敢清爽质地，喵喵那个啥上脸咱就不担心，卸妆灵那叫一个优秀，咻一下，哎，你看这张脸不就回来了吗？鼻也可以多揉一揉，以油溶油，脏东西就给它薅出来，遇水乳化，卸完收工清清爽爽，还能开个减伤盾，干嘛还要二次清洁？去买带一瓶啊，带一瓶。人我今天就不做了呀。原来做 NPC 也可以感到这么害怕，他是不是看不到？这里好，他为什么躲在门后？他为什么躲在门后？这里玩家的任务是伸手进来拿个包子，看我不把他吓死！完了！哎，他怎么不害怕的吗？这哪是人类的叫声啊！大哥，我们就拿个包子，你这样真没必要。好了，这里我们是要冲出去，把那两个女孩吓回大厅。冲走了呀！哎，这里怎么还有个 NPC？ 请问在干什么？十七蒙在原地，十七蒙该怎么办？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要躺在这张床上等玩家来找我。工作人员说还能给我个惊喜。哎呦妈呀！还鬼鬼的躺着！把图放大，放大，放大！他在干什么？好、啊。这是静止画面吗？他真的像静止。不带你们这么玩的，我本来就怕。将由 NPC 转化为玩家。他又闭上眼了。闭上眼了。只要我闭上眼睛，就没有人能吓得到我。呀，这个单身任务好令人害怕啊。姐姐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拍出来那些那么好看的照片的？我每次想拍点啥，就只能靠许愿。在视频里我是好的吧，虽然称不上什么绝世美女，但至少看起来很善良。去年我跟一个男孩子出门，就让他帮我拍几张照片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不要紧，你可以 P， 还跟我说什么你是太耀眼了，我都看不见。哼，好看吗？我今天在这里说拍照，主要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自拍教程。哇哇哇，他好厉害呀、啊！厉害的事谁不会呢？叫声骗人。再见。关于我的眼睛，你们问了两年，我整个五官长得最满意的就是这个眼睛。我爸是单眼皮，我妈是双眼皮，就是这么一个单一个不是很双的，就把我拼成了一个鸳鸯眼。没开了双眼皮，也没戴双眼皮贴，纯纯是靠网络上学来的知识。我在这分享三招大眼心得不过分吧？这是第一招哈，学鲤鱼。上叫他大眼操啊，我觉得没那么好听众。就我发现很多人抬头看东西的时候都是。这抬头纹可以夹蚊子，夹子头。想要预防这种夹子头，你就可以把手指放在头顶，然后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然后睁眼十秒，眯眼十秒，睁眼十秒，眯眼十秒，眯眼十秒，有些愚蠢，但很清澈。没事想起来的时候做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就算你眼睛还是睁不开，但至少我们有神。第二招，第二招，选一款适合自己的眼霜，随着个人爱好而定啊。我嘛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疲劳。一疲劳，我的那个目它就不太夺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消肿的话，我就会用这个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，消肿啊，冰敷啊。它有这个冰感按摩头吗？用起来就像拿雪糕在眼睛上怼一样，就很冰啊，冰。质地一抹计划，它里面是玻色因，还是浓缩玻色因？噗！这小玩意悄悄升级过后，含量是第一代的两倍。说人话，就是搞你脸上的那些。就算我的木，它今天本来就很多，我还可以拿来擦脖子嘛，对吧？这
个景嘛，那就上天花。最后一招，针对你的大小眼眉骨不对称高低眉，我之前的眉骨不对称的四分五裂，想要改善的方法也很简单，你这边眉骨高，你把这边练高不就行了吗？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每次练左右，为的也是充分的锻炼到你这侧的肌肉啊。像我这种喜欢皱眉头的，没事以后多捏捏我的眉骨。分享完了。收不了尾，那就祝你们想夺的木都能夺。可以，再见。我家老团鼠喉咙发炎了，不爱吃东西也把我们急坏了。你看我干嘛？你又不吃。这几天我就只能把草磨碎打成糊，一点一点给它喂下去。你是我亲大爷啊！我带米妞去医院，医生问我他是不是上火。团鼠上火？你是半夜又爬起来把烟抽那么大个呀？米妞属于异宠嘛，包括龙猫啊、螃蟹啊、虾滑啊、蛇啊，这些都是异宠，又称另类宠物。异宠一旦生病是非常麻烦的，比如说我妈养的龟，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在那叫，一边叫一边跳楼，跳完还能爬回来吃饭，你这不是有病吗？当时我们是随便找了一家宠物医院挂号的时候，在我隔壁是只金毛，在我前面排队的是一只橘猫，我就在他俩中间捧着是王八。医生医生，他学猫叫。有那么一刹那，医生以为生病的是我，后来才知道他得了肺炎，异宠就要去专门的异宠医院。我堂姐家的蛇也得了肺炎，每天我大姑上班的时候，他就盘在门框上张着嘴，傻飞蛇来了。去到医院，医生说他性格好。咱们爱笑的蛇，你们要对它好一点了，给它喝点蛇酒什么的。在场所有的人听完都黑着脸，除了我姐那条爱笑的蛇。这几天我们家米妞的喉咙日渐好转，就是还不太爱主动吃草。我问过医生她为什么会喉咙疼，医生说她可能是因为寂寞。寂寞。有没有哪位豚鼠大侠能告诉我他不吃东西能怎么办？爱先疼，谢谢你。再见。你们都艾特我去唱那个法语版的《爱人错过》，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。年初的时候，你们让我唱法语版《全是爱》，我唱。你们说看到我就想笑。过了一个月，你们让我去唱法语版《哎呀哎呀》，我又唱了。你们问我牙为什么那么大？现在到年底了，你们还来还来？那些说我正经不过三秒的朋友，请睁大你们的眼睛。是姐妹，ça fait déjà deux ans cette année, de la oublier, je m'en souviens pas. Je t'aimais, ça fait déjà deux ans cette année, de la oublier pas, je m'en souviens pas.也不知道说点啥，给你们看只小狗，小狗裂开，再见。